对对，只剩你们两个人，我的继承人就会在你俩之间产生。恭喜！走吧，带你们去看看咱们美食小镇顶尖鸡面。你们也能看到我们这里的美食供大于求，于是我们研究出了一种全新的售卖方式，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食，看到即得到。这你怎么操作啊？打开灯光，连接网络。零食上新了，就这一颗棒棒糖能吃一年呀！有了这颗棒棒糖，再也不用吃土了呀！只有0.99个金币，马上下单，我们马上顺着网线送到你的手中呀！什么？是99个金币？我说少了。不管了，你我吃亏，也不能让家人们吃亏。大家放心下单，亏的我自掏腰包贴。你看，我在这里下单，那边的货就立马送了过来。女人的购物欲果然是挡都挡不住，看来这次售卖方式很可行。只不过这位小姑娘现在这样也被淘汰了。那我就是继承人呗。是啊，跟我去继承仪式吧。